而家正式代表我当事人向你追翻七年前你争佢嘅钱。七年细胞都换晒啦，你仲记唔记得？唔记得。你个样仲一唔一样啊？整咗又唔同咯。你睇下佢已经都唔系佢啦，咁仲使乜还啫？咁究竟阿轩使乜还钱俾我咧？阿轩仲计唔计系同一个佢咧？点先计系同一个我咧？午夜广场就有佢倾，我哋同大家讨论下 personal identity 嘅问题，一起倾下点先系同一个我。昨天的我不是我。